喂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在这看星星啊。看星星？对啊。可是今天一天哎、欸，你在哪看星星？对啊。说真的，你是真的很想离开我？我随便说说，你也当真？不管我当不当真，你都跑不掉。嘿嘿嘿。嘿嘿嘿。这个嘛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我没抱到太大希望。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真的很不开心啊？我看起来像是被虐狂吗？我真的有这么糟糕吗？其实也不是啊，我是应该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人类的极限无限大。我没有想过，让我可以坚持到现在，我真的蛮佩服我自己的。笨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等这些热火中活动一完，我就放了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。然后我让英杰哥安排你到时代公司去上班。那，毕竟你有你的理想嘛，我不可以耽误你的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我离开你了，谁来照顾你？谁来照顾我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嗯，好啦，我困了，睡下去了。